花莲县政府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反则赖花莲原乡巡演计划，今年规划三场下乡巡演，第一场来到了玉里镇德武部落，希望透过乐舞提醒年轻世代的原住民青年要重视自身文化。花莲县政府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反则赖花莲原乡巡演计划，今年规划三场的下乡巡演，第一场就先来到玉里镇的德武部落，希望透过乐舞提醒年轻世代的原住民族青年重视自身的文化，融合了花莲在地六大族群的印象以及部落传统乐舞的元素，诉说着花东部辽阔的海岸，滔滔的海声，以及那奇莱山下清脆蔓延的部落风情。德武部落的族人开始表演之前，就先来到会场量测体温、喷酒精、闲话家常，很期待等会的演出。表演开始，部落族人就很认真地看着舞台的演出。现在二级的情况之下呢，今天晚上大家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欣赏节目，好不好？由花莲县政府原住民族乐舞人才培育暨扶植团队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接下来表演场次在9月8号晚间6点半光复乡大泉村，第三场9月15号晚间6点半瑞穗乡五饶部落聚会所，将乐舞的成果以最直接的分享回馈给族人，并且传递最真实的文化之美与感动。记者高双双玉振采访报道。